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这事是不是点人？咱们家跟屋里的事儿啊，是不是的？我给别人搬家，怎么就搬到了他们家？他跟他爸爸闹别扭，转学，怎么就转到了你们学校？这巧了，这该了啊！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吧？好，来，准备，开机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咱在一起怎么了？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。